丹心峡谷柔情送给大家，觉得好听、啊、我们在公屏上走一波好听，觉得好听呢走一波好听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前来另一期直播间，大家上午好，觉得好听呢我们碎银几两也可以走一走啊，支持一下主播，鼓励一下主播。在下司马令姬，是一位新人古筝才艺主播，闯荡江湖短短两个月的时间，在我们明鸾店啊已集结各路江湖友人，各位直播间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各位江湖友人们，没有加入我明鸾店赶紧加入一波，带上我明鸾店的灯牌，日后啊你闯荡江湖报我明鸾店一声便是，感谢福叶听风，谢谢你的墨镜。再来一个，我们把点赞点一点啊，点赞点到10万，给大家来一首十面埋伏，我们一起点一点，感谢大家的小心心啊，有条件呢咱们也可以开个会员啊，谢谢春熙路小货郎，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你吧，谢小丑，感谢浩龙，谢谢大家福袋去参与起来哦。我们接下来呢来一首笑傲江湖，我就问一嘴，咱们直播间朋友们想不想听笑傲江湖，想听的我们在公屏上扣波一，想听的扣波一，笑傲江湖。想听笑傲江湖的扣个一，我看咱们直播间800多个人有没有一半，400个人，400个一，马上安排。超级一，超级一是啥？我看这很多扣一的朋友们，你们关注得点一个呀。我给你们弹歌，给我点个关注，一颗小心心，占个榜，做个数据，可以吧，家人们？给主播点赞啦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来一首《笑傲江湖》，沧海一声笑。这俗话说呀，有句名人名言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一曲肝肠断，天涯何处觅知音。
送给大家。这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，有恩怨啊就有江湖，你身在江湖怎能不加入我明暖店呢？感谢诸位的支持，觉得喜欢主播啊，我们关注点点，灯牌带一带啊，上方的福袋我们赶紧去参与一波，没有参与福袋的朋友们马上就开出来了，福袋开出来中榜的朋友们呢，我们一颗小星星占个榜，咱们小礼物也可以走一走啊，小星星走一走，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给个小星星行不行？咱们小星星飘一飘啊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我们把点赞点起来，点到十万呢，给大家来一首十面埋伏。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在这里呢，给大家通知一件事情，我们周六，今天是周四是吧，我们周六上午10点钟到11点这一个小时，我们将会在直播间尝试第一次打人气榜。直播间的各位少侠女侠们，你们灯牌等级比较低的，我们可以这两天的时间呢，多升一升灯牌，把灯牌升起来。令姬是一位新人才艺主播啊，直播刚好2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呢，我们周六上午会尝试第一次打人气榜，到时候大家呢，都来帮帮忙，咱们扔一扔这个免费人气票啊，大家这两天呢也可以学习一下如何做免费人气票这件事情啊。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家的管理也可以讲一讲啊，杰克森，我们管理会在群里面教大家的，没有进粉丝群的大家进一下粉丝群，5级灯牌以上的进一下5级群，5级群进了咱们就把大群退出来啊，咱们这个不再开设大群了，所以说这个大群是快满了，大家5级灯牌以上的请自动的退出来一下哈，谢谢大家的支持与理解，感谢大家的星星，感谢初心的好看，谢谢冷酷，谢谢英明，我们点赞点到10万，给大家来一首《十面埋伏》。现在点赞是7万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来一首慢一点的歌曲，好吗？我们一首《痴情种》送给大家。痴情种送给大家，一边听一边点赞哦，今天刚升级，恭喜你啊。
好听打在公屏上，好吗？欢迎再来，欢迎我们无色无味，咱把好听打在公屏上，点赞点起来哦。送给大家，觉得好听啊，我们在公屏上走一波好听，让我看到满屏的好听好吗？感谢大家支持啊，谢谢我们花花，感谢我们闽州人，谢谢天生一对，谢谢二流子，谢谢大家。好听是吗？痴情种好像是哪个电视剧来着？好听，谢谢一介凡人，感谢如梦人生，谢谢木兰啊，感谢我、这怎么感觉有个什么、阿朱专用曲，哪个电视剧啊？我没有看过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。觉得好听呢，我们可以小星星走走啊。欢迎我们创意，好久不见，创意，欢迎 nice， 我们可以小星星走走，小礼物飘一飘啊，大家弹的真好看。放肆，我弹的难道不是真好听？怎么能是真好看呢？长得真好看，你语文，你的语文谁教的？你告诉我，语文谁教的？我跟你们语文老师打个电话。怎么回事？谢谢功夫小王爷。哎，谢谢关注，没点关注呢把关注点点，会不会是我教的？我教音乐的，我教音乐的，家人们，长得真好听。你语文又没学好，你还未上车，你的语文又没学好，不太合适。语文不是掌门教的吗？我教你们的是什么？我教你们的都是这个，我教你们的都是我教你们的都是这个九阴真经、乾坤大挪移、降龙十八掌、北冥神功、打狗棍法，不太会。九阴白骨爪，如来神掌、七星大法、葵花宝典。这葵花宝典啊，可是大有来头啊，册子不少。这只是一部分，我明鸾殿的武功秘籍啊，真的是就是说多书海。听过这词儿吗？我在藏书阁里面，那就是说琳琅满目的全是武功秘籍，不仅有在江湖上流传的武功秘籍，还有我独门创的武功秘籍，那是多呀。
你们赶紧加入啊！又拿白纸书骗人，谁说的？我的这些里面都是有字儿的，家人们。啊，你看这，欲练此功，必先葵花宝典，只有这一本是没字儿的。听说啊，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。这一本呢，它叫做无字天书，只有这一本它是没字的。但是呢，其实它是有字的，比如说我就能看得见。它里面写的就是说，第一招横卧、竖卧、劈叉，你得经济独立，每天啊就得预练个身体，就是你得先，就是预热一下，扎个经济独立，扎两个时辰，后面才开始后面的内容。这就是无字天书，聪明的人才看得见。你们看见了吗？里面有字儿，你们看得见吗？看得见字儿的扣个一呢。看得见字儿吗？里面看得见字儿的扣个一。对，就怎么啊？不，那不一定啊。咱们名媛店就是人才辈出啊，看得见字儿的扣个一。你们都看得见字儿，真聪明啊！你们真聪明啊！我不得不给你们个掌声。眼睛看得见，谢谢 Nice， 感谢 Nice， 记录了18般武艺。对，还是物语，谢谢我们车夫。你看，但扣一的都是聪明人。欢迎 IUV， 欢迎为爱止步。我们点点赞啊，点到10万，给大家来一首《十面埋伏》。我们接着给大家弹歌啊，大家灯牌没续的呢，把灯牌续起来哦，记得哦。给大家来一首《If You》，这首歌特别好听啊，分享给大家。
送给大家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，觉得好听呢我们在公屏上走一波好听，走一波好听，让我看到满屏的好听好吗？谢谢大家支持啊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啊，大家给大家再发一个福袋，再给大家发一个福袋，我们去领一下哦。然后呢我们再把点赞点起来好吗？欢迎我们西北角，西北角感觉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谢谢饼干粒，谢谢你的礼花筒，我感觉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谢谢我们西北角续费了会员，是不是会员不到期你不来了，被抛弃了，就昨天一天，你不知道什么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一天吗？我怎么感觉是两天呢？谢谢灯牌，谢谢滴，为什么？谢谢大家，小星星可以走走了，大家，灯牌去参与起来，哦不，福袋去参与起来啊！等到十万点赞，给大家来十面埋伏啊！谢谢我们物语，感谢第一为什么，谢谢我们物语，好听，前天待到晚上十一点吧，啊那也是，那也是前天待到晚上十一点下播才走的，昨天就没有看到，谢谢我们物语，感谢不一样的生活，你说说。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我就会，我不是大家没有发现，我发现我自己啊，就是比如说如果每天都看到大家的这些朋友们，大家这些熟悉的面孔，然后突然有一天然后没看到了，就心里面就是会想念，家人们就感觉一天不见如隔三秋，就是会想念，向我西北角的嘉年华，开心，谢谢我们西北角，咱们一起感谢一波点亮，谢谢，要不然我是没办法点亮的，真的，要不然是没办法点亮的，谢黑桃，那不得弹首十面埋伏庆祝一下，掌门激动快哭，激动的眼泪，谢谢谢谢，激动的都没有话语了，我们点赞点起来，点到十万来首十面埋伏好吗？或者我们西北角点首歌，就把十面埋伏往后排一下，这首歌很好听，归途有风，只为心中那盏灯火，半水千山都知道，开心，问去路多坎坷，一天的好心情，谢谢大家星星，没有吗？没有，那咱们谈十面埋伏，我们来一首《十面埋伏》送给大家。你们可得当心啊！不要中了我的十面埋伏啊！大家一边听一边点赞哦。我有个小小的愿望，弹完十面埋伏以后，点赞能不能到达十五万？欢迎书城小哥。
十面埋伏送给大家，觉得好听在公屏上走一波六六六，走一波六六六，谢谢大家，感谢西北角的亲吻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走一波六六六，让我看到满屏的六六六，福袋开出来啦，大家去参与哦。谢谢大家小心心，觉得好听我们可以碎银几两占个榜。我刚刚许了个愿望，我说弹完十面埋伏以后希望点赞能够点到150,000，结果只点了6000呢，10万到6000，你们是不是早上没吃早饭，这武功练得不太好，阴阳指拿出来，把你们的阴阳指戳，我想多了，这不是梦想吗？这不是梦想总是要有的呀，不多想一点怎么，要不一会儿少的都没了，那多想一点吧，至少还有点垫底的呗，想少了一会儿垫底的都没了，对的吧，已经在点啦，谢谢。你说咱们出去打一个，哎，你看现在11:12，出去打个点赞局，直播间600个朋友，准备好你们的阴阳指了吗？打个点赞局，加一个点赞总分加尾数。昨天我跟黄蓉打了那个点赞加助力棒棒糖，再加一个。什么来着，累惨我了，家们嗓子都喊冒烟了，嗓子都喊冒烟了，今天咱们聪明点只打一个点赞，我去打个点赞去，准备好你们的赞赞了吗？这会儿先别点，你先去公司一会儿再上，好，路上注意安全哦，啊，你不开车没事儿，你不开车那没事儿，黄蓉你不喜欢没有关系，每个主播都有每个主播的风格，我们去找一个直播间和我们差不多的，我们去打个点赞去啊，大家准备好你们的点赞，准备好你们的点赞，等会儿找一个和咱们人差不多的，别走，大家别走，别走，怎么胜利，点赞点的多就胜利，所以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都将是我下一场这个 PK 的朋友们的，就是说特别厉害的助手，特别厉害的助手，咱们找一个400多人的浅浅的欺负一下，不能找人太多的，但人太多了就被咱们就被欺负了，是吧，我聪明吧家人们，我聪明吧，就说夸我夸我，就夸我，我是很聪明的，找一个人少的，咱们轻轻一点就能点过的那种，没有关注可以进粉丝群吗？不可以哦，真漂亮，谢谢，我不语，你好像说的你刚来直播间一样，我看到你在直播间半小时了，一个小时了都，秦二这个，你好小姐姐，你好小姐姐，我现在在外地，在外地啊，那行，没有装声音孔，没事，那我就那个下次再连吧，看你有点不太方便在车里，就是做体罚可以，我可以，然后做唱歌的话我就不方便，做体罚的话我可以下车，我们是就是才艺主播，玩才艺比较多，不做体罚，好，不用了，谢谢，那我就换一个小姐姐，好的，拜拜，人在车里不太方便，咱们就换一个啊，再找找啊，再找找，小珊珊，倪海山，我发现倪海山的很多助理都在开播，哎，星崽儿，好，别走，大家别走，你们可是我坚实的后盾，
无际无边无际，欢迎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再换一个，拒绝我了，家人们，被拒绝，没走。但是等会儿我给我点赞，等会儿打点赞局，大家帮忙点点赞了，你们每个人都很重要。你们走了还怎么点赞啊？真走啊？还等着呢，嗯，可以，真是我的好哥们儿，真是我的好朋友。阿弥陀佛，这位小师傅不用多礼。这位小师傅不用多礼。Hello， 你好，小姐姐。肉肉，你是瑜伽主播那种类型的吗？没有，我是舞蹈主播，白天就是。哦，舞蹈主播就是气质很好，就是练瑜伽的还是练舞蹈的，气质都很好，怪不得。小姐，我们这会儿方便打个点赞局吗？点赞，方便赞。点赞总分加尾数。点赞总分加尾数可以。可以试试。然后你们家现在多少点赞？现在6500。6500，我们家现在11.2。可以哈，我们发起一个，你是5分钟，我们发起一个10分钟吧，好像是10分钟的，你看一下。5分钟吧。5分钟也行，可以，那就5分钟吧。好，那我们就闭麦了，一会儿见。结尾就来个才艺局。对，我们来个才艺局。好的，那我闭麦了。好的，好的。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，点赞总分加尾数，我们如果总分拿不下，点赞和尾数我们都可以是控制的。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，我们一起点赞啦，一起点赞了，所有朋友们一起点赞，双击屏幕就可以点赞了。我再教一下大家怎么点赞，直播间有没有不知道怎么点赞的？双击屏幕就可以点赞，这样子。双击屏幕点血条，点血条是可以双倍点赞的，或者点右下角的泡泡，手机右下角有那个泡泡，我们去点泡泡也是会有双倍点赞的。我们一起点点赞，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，我们点赞时间到了，咱直播间400多个人，我们一起点点赞。刚刚是11.2，对面是6000，感谢点赞总分加尾数。我们总分能够压一压的，把总分给他们压一压。我们点血条，血条没有了，点不到血条了，家人们。点数，我们一起点点赞。四川第一名，加油！点赞总分加尾数，我们一起点点赞，一起点点赞。谢谢大家的真心，我们能够扔一扔千纸鹤或者热气球什么的，我们扔一扔，把这个总分给他们压一压，总分能压一压的，咱们压一压总分啊！点赞点起来，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所有朋友们一起点赞，我们点赞总分加尾数，感谢我们如梦人生的比心，谢谢我们如梦人生，感谢，点赞点起来啦！咱们能把总分给他们压一压的，咱们压一压总分啊！对面就是压着咱们家的分档，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？感谢淘淘，谢谢半袖桃花，他们就压我们的分数，我们把分数给他们压过去。感谢淘淘，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有分咱们上分，没有分的所有朋友们一起点赞。感谢张工厂，谢谢张工厂每天都在，欢迎葫芦开门。咱们能够给他们压一压总分的，压一压总分，所有朋友们点赞点赞，咱们点赞点赞时间，我们打的点赞局，家人们一定要点赞。感谢糖糖，谢谢如梦人生点赞啦，还有2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刚刚是11.2，我们现在是13，现在是13.2，我们能点到15吗？还有2分钟时间，能点到150,000吗？咱们能点到150,000吗？一起点点，还有2分钟时间。感谢静秋空，我们总分能压一压吗？有没有人能帮忙上个保时捷啥的？
感谢静秋空，谢谢静秋空，感谢糖糖，点赞点赞，一起点点赞，一起点点赞，来，我跟你们一起点，以身作则，直播间400个人，每个人点1000赞，可以吗？还有1分钟的时间，每个人点500个赞吧，每个人点500个赞吧，点血条可以翻倍啊，血条看不见了，点下面的血泡泡，点泡泡，点下面的泡泡可以翻倍。直播间所有朋友们一起点赞，13.7，13.8，14了，马上14，点到15是可以的，还有1分钟，点到15是可以的，13.9，14，还差1万，我们点到150000是可以的，家人们，点到150000是可以的，14了，还差1万，我们点到150000是可以的，如果能点到160000那更好，咱们的总分加尾数啊，尾数，感谢我们书城小哥，谢谢书城小哥，谢谢书城小哥，咱们的尾数能控制在789，咱们就控制一下789，咱们总分能压一压的，咱们压一压总分，能上个保时捷或者飞机什么的，咱们把总数给他们压压，14.5了，我们可以的，150000点赞是可以。欢迎潘和林，谢谢我们车夫，感谢我们车夫，他们在压我们的分数，家人们，我们的分数对面一直在压，我们有没有人直接给他来个大的，给他压过去的，他们一直在压我们的分数。啊，输掉谢谢直播间所有朋友们点赞，感谢大家。他们的尾数是，我们的尾数是多少啊？我们的尾数是3还是8呀？是3吧，好像是。谢谢朋友们点赞，但是我们点赞赢了，感谢大家点赞，谢谢我们车夫，感谢我们书城小哥，感谢我们如墨人生，感谢张工厂，谢谢安心一生几多情，谢谢金枪法王，感谢汤糖糖糖，谢谢随风里，感谢仰望者，谢谢徐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可以的可以的，非常优秀的。 Hello 肉肉，来了来了，你们家好厉害，你们家点赞多少啊？我们家刚刚是6000，现在是16000啊，我们家是154000。哇，好猛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家总分，总分猛，总分猛，对对对，行，我给你来个一首歌吧，弹首歌，我是一位古筝主播，你有没有想听的歌曲呢？都行啊。都行，然后我看你拿手的，拿手的，我看一下啊，你长得这么温柔好看，那我送你一首温柔一点的歌好吗？一首大鱼可以吗？呀，打错字了，我带着这个。一首大鱼送给两边的家人们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有没有在钓鱼的朋友们，祝你们钓条大鱼啊。
希望你们喜欢啊。辛苦啦，辛苦啦，真好听。谢谢谢谢，好，不辛苦。那小姐姐，我就告辞啦，不打扰你啦，祝你越来越好，一路长虹哦。好，一路长虹。嗯，好，拜拜。谢谢大家，家人们。虽然说咱们总分输了，但是我们赢在了哪里？我们赢在了凝聚力。嗯，咱们赢在了凝聚力，对不对？对面一个大哥上6000分，咱们家虽然说分少，但是众筹起来的。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点赞，是吧？对面人数和咱们是差不多的，刚刚一开始连的时候，后面我不知道啊。所以说呢，咱们赢在了凝聚力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点赞，辛苦了，你们歇一会儿啊，我给你们捏捏小手啊，我给你们捏一捏小手，捏捏大拇指，捏捏食指，捏捏中指，捏捏无名指，捏捏小指，再捏捏你们的手掌啊，哎哎哎哎哎，不散了吧，辛苦了，大家点赞。辛苦大家，谢谢。在高速上呢，对面60多，刚刚连的时候对面人和咱们家是差不多的，是和咱们家差不多的。过来挂机，开车别打字啊，注意看前面，追梦的方向。谢谢大家。弹歌，弹个歌给你们听，弹一个好听的歌，我选一选啊，捏捏鼻子，捏捏鼻子，鼻子出不出油啊？我有洁癖，你鼻子出不出油？我有洁癖，我不想捏，不在乎啊，那不是我在捏手指吗？啊，那就停下来了吧。你手没事儿了，手那有，我不嫌。那捏鼻子，你鼻子要有很多，要一不小心捏出个什么小零食了，我会哭的，家人，我会哭的，哈哈，嗯，笑死我了，万一有黑头扎手怎么办？那。鼻子上有黑头扎手，我手很嫩的，家人们，别看我每天弹琴，但我手很嫩的，哼，溜了溜了，多玩一会儿，多玩一会儿，雪痕，笑死！你们有没有想听的歌可以点点，我们抒城小哥闽中人抽夫哦，谢谢我闽中人的星星点心，星星点灯，干活了。点一个呗，点一个歌呗，我都快没歌弹了，大家。下午再来溜达，行。手指都快点残了，也没捏到，再给你捏一捏，专门给你捏一捏。哎，就大拇指是不是？就大拇指，就这一块肌肉很酸，是不是？就这一块，哎，来，一个局部的按摩，局部的按摩，从上到下，哎，就这么的，感受到了吧？欢迎北星，欢迎我们林浩，谢谢星星。弹个什么歌啊？弹个轻松的。对面的女孩，看过来。对面的女孩，看过来。对面的男孩，看过来。这歌也可以弹的。
不见山庄，没有听过堂堂。